天仙是真的想放弃了。玄瑶，你记着，我顾清培只归我自己管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逼我，把我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，把我十几年巩固起来的声誉和成就轻而易举地毁了。我现在无法工作，无法正常生活，希望这个结果你能满意。